今天这个哈，这首歌是最后一首歌曲哈。刚才各位来宾还有咱这个朋友哈，来到咱这梅山公园家来大家佚佗哈。如果你有时间哈，我今嘛最后一首歌就要结束啦，请你大家会当哈来这共同欣赏，谢谢。一首日本歌，叫做《靠岸的男人》。来来，我先录，先录先录。Thank you.
对对对。